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我们继续玩王者体验服啊。现在准备黄忠吧，本来想抢这个太盘桶啊，确实太难抢了，这一天都没抢到几次啊。秒选的人守着真快啊，你要是抢到的话，能玩也就玩那么一，昨天就玩过一次打匹配，今天手又慢了一点啊，抢不到，就是看队友都没有出射手，我就出了个射手。本来想玩鲁班啊，但是鲁班确实太那个太比较暴力啊，特别后期好打。房中我们主要是用来拆塔。这边我们有喵喵喵又撞了，什么意思？沙拉拉卡，我擦，他们打这干嘛？都全部让我们看到，什么意思？这是扰乱我们心。故意的嘛，你们看我们多热情，靠！我们没有一个人搭理他们，对吧？懒得搭理他们，打字太慢了，知道吧？张飞还会跟他搭理一下，张飞让开，让开，张飞，对对对。哪凉快哪待着去。你看你站在这里，走不走，玩不走，偏偏早走一点我就升级了嘛。给我一个兵大哥，我总感觉他没开打字。大哥你过来干嘛？抢我了，抢我野。这是我的了，收下。哎呀呵，小样就要抢。人应该在这里。这刘禅还有时间打字啊！我操！加错技能了，我应该加二技能了，我怎么加成一技能了？撸死你们！撸死你们！撸死你们！好好感受一下温暖。又和嚣张，等我四级，我看你才不嚣张。哎，等明天过来再开大啊！哎，我操，谁家的？乌哈，这套路遇得这么厉害啊！来吧！好危险！我操，这家伙这么牛逼啊，直接冲过来跟我干！我操，直接在塔下面的强杀啊！他这家伙会玩啊！对面盘桶很溜啊！我们看他的出装啊，大家参考一下，这家伙挺猛的。我靠，瞬间就跑掉了，这么牛！这手速得多快啊！李白居然抓不到他，这家伙的套路得学啊！再溜还是抵不过李白。哎，到时候那技能。
这些人打的速度都这么快吗？丫的，又开一个分身来追我，骗我，忽悠我感情。我靠！他老拉的抓不到他哪个是真身，我靠，这人手速好快啊！我刚才就一心想打那个刘禅，这家伙突然就穿出来，这家伙套路厉害哈、啊！我还是跟着张辉吧。有张辉保护我，我开个大什么打塔也踏实点啊！你不要跟着到处乱跑，先把个红 buff 打下来。OK， 他跟李白对打是怎么样的？赶紧发育起来，再这样下去我们要输了。靠，他们家那个，起，这时候有个炮塔炮兵，靠，我怎么跑进去了？我没有往下闪呢、啊。好尴尬，他们家这家伙遇的真心溜啊！哎，我的鞋子还没出来啊，我的末世也没出来啊！现在经济就我发育最慢，白射手不应该发育这么慢的啊，射手应该要快速发育。我先不烂蛋了，我前期不烂蛋了，我还是发育为主啊。看看我们队友一个个都发挥那么强势啊，张辉加强啊，这还不知道哎。我擦，你个鸭蛋疼的家伙，抢我也抢得这么贼。这个位置好像开的稍微有点远，太乙有毒。谁敢过来？打了这么久，我一个没打到。让我赶紧发育经济啊！我现在落后的不止一点点啊！不要打他，不打他。看那个李白什么时候过来抢我蓝呢？抢我红？抢我蓝就算了，连红你也抢，啥都不放过。你不知道我花语就很慢了吗？我都感觉位置好危险的地方。什么鬼？什么鬼？就开这里。这打不了。K。
在这里，我就不相信你们还有潇洒，谁还潇洒？早抽这个谁？打的那个盘桶，这盘桶好会跑啊！一个个手速都这么快，靠！我打一半天一个人没有，没有一个人头，叫我如何交代？靠！打炮塔一的血去。就站着撸，看你们不爽就撸谁。我小子都死了。丫的，我什么都没打到呀！他有没有给我发挥的机会啊？这个不开打。这个开个大。可不可怕？这蹲腿好溜啊！再起架起炮塔，还有谁能阻挡得了我？没招了。没蓝了。你轰成渣，总算是轰死了一个，最后时刻把那个盘桶轰死了。嗯，咳咳，哎呀，拉了，我什么都没打，最后就最后一刻宰了一个人。不过对方盘桶还真能用啊，我反正都不错。所以钟馗打得挺溜的，给他点个赞，那我们就到这。